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熟悉的年曲在耳边响起，从小到大我们都爱听，带来了春的消息和声音。嘴边
我叫姜元璋，我是蒋金华，大家给你们拜年了，拜年了，祝你们新年快乐，阖家平安，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鼓掌。关羽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在这新春美好的夜晚，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相聚在一起，共同来庆祝这新年的到来，共度元宵。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请让我代表林开文大会主席和节目组的全体同仁向来自今天晚上嘉宾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在现场直播，大家鼓掌，掌声在哪里？很多电视机前的朋友在看。祝电视机前面的乡亲们、同学、来宾、一家人，我们向你们拜年了，祝你们新年愉快，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阖家平安，子孙满堂，飞马奔腾报新年，掌声！掌声在哪里？我们哪一届同学今晚高歌乐舞，尽展心意，共迎新春？在过去一年，不管你收获什么，今晚我们都会和你们饮杯共祝新年。好，好就好了。不论你今年期望了什么，我们今天晚上会同你们共写新篇。晚会在7分钟已经拉开序幕，首先邀请的是今晚我们带领高朋满座嘉宾中还有我们华南社团重量级的人物。首先我来介绍美国福建公主的戴主席。李华主席，李华主席。还有我们美国摄影协会的郑将主席，郑将主席，请你起来起身给大家挥挥手，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还有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美国福建同乡会郑思琪代主席，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上台买致辞。首先我向大家拜个晚年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尊敬的林开文会长，尊敬的西边侨联会张元璋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嘉宾，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晚麒麟金戈大酒，登登剪彩，五彩缤纷，粉壁生辉，喜气洋洋。我很荣幸受邀来参加浙江中学同学会举行盛大的春节联欢晚会。首先，我请代表美国福建同乡会正式主席以及全体同仁向各位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谢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掌声。小泽翩翩，时时睡去，万马堂堂，静静。
金山台，临开门跪下，深受同学的厚爱与赞赏。他为人忠厚老实，礼义廉耻，做事踏实，为筹备同学会的聚会出钱出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几个月来，他和同学们排练演出非常认真，风雨无阻，披星戴月，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发挥正能量的作用与贡献，我深受感动。你们辛苦了，掌声掌声，谢谢谢谢，主席打得非常棒。同学们欢聚一堂，唱歌跳舞演出莲花是很有意义的，更拉近了同学们的距离，可以互相信心，互相帮助，战斧一言回忆当时同桌的你，非常开心，彼此忘记年龄，大家觉得更年轻了，我看大家都觉得年轻十年了。我相信在林开文会长的带领下，同学会演出更加精彩，红红火火，越办越好，竹竿顶上更近一尺。并祝在座各位年年岁岁青春在，分分秒秒人人爱，一马当先，万马奔腾，马年健康发财，马到功成。谢谢大家，谢谢。来来来，金牌司仪。我们主席致辞非常棒，下一位邀请的是七五届主席，还有我们筹办春节联欢晚会主席开文先生上台致辞，大家掌声掌声，大家有最最热烈的掌声。两金网夫妇，两金网。
声。现在我建议大家为各自的春节晚会，为我们的李三高李水厂的统筹有益举起杯，大家一起举起杯干杯。
微笑友谊集体久久地冲击着我们的心扉，激动开心幸福久久地蔓延过我们的脑海。同学，多么亲切的称呼。同学，多么难忘的回忆。往事匆匆去如烟，人生相逢须尽欢。斟满美酒拼一醉，留下快乐在心田。祝我们今天的联欢会，让我们集体举杯，
时间不够。下一位邀请的是八音界主持人。今天晚上有八音界的朋友来参加，使我们的这个联欢晚会充满着喜庆，充满着欢笑。我代表每一位开门主持向你们表示谢谢。人家说金钱难，金钱易求，孔雀情难得。今天我们孔雀真正的距离已经拉到零距离。八一孔雀到现在联欢晚会，我们整整等他等了两年，终于在今天晚上出现了。那我们等得太苦了。下一位邀请的是中国歌唱家，中国十大级高音独唱，以及他的红人女高音独唱郑树先生，以及他的红人李平上台。
向我们江南看梅，那里山明水秀，西湖梅，戏中的美女便透出了让婀娜多姿。现在要给我们白界的美女跳出特色的江南鱼。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真是江南出美女，三天啊，够出你们三天。
去这么整齐啊？啊？没有听说过，踩上10分钟，踩下10分钟。你们踩3分钟？你踩3天，那什么功啊？是滑轮功。哇，真的舞姿很美啊！你看这样子，给我表演一下，看看大家我做的哪一花？帮我拿这功夫，我要3分钟什么功夫？这样子，怎么做？啊，叫我做呀！不难，哪能修这个修不来啊？如果哪能拿人才的话，就是这样子。下一位邀请的女生东唱，这位也是八届统修，她的嗓音是邓丽君的嗓音，邓丽君的嗓音。哎呀，宋祖英那个嗓音太硬了，他的嗓音是宋祖英的嗓音，是宋祖英的啊，不是，是邓丽君的嗓音，是宋祖英的声场。你们听完他歌的时候，听他歌的时候，你就觉得整身麻麻的，会肉麻。如果对于有失明的，你听了之后肯定不会失明。如果有疲劳的同学，你听了之后肯定马上见效。这位邀请的是八届同学李光伟小姐。闪亮登台，掌声掌声鼓励，大家正常you
子潘，生意好不好？宣传漂亮不漂亮？我看看有没有随便乱说。你见我这，喂，你学唱歌的时候去了，从几岁开始学啊？啊，几岁？他说从妈妈肚子里面就生出来，哎，要不要来个清唱，给大家听一听，大家掌声好不好？清唱的。有唱给你们。更好听的话，我们再请他来一首更好听的歌曲，大家鼓掌欢迎。是。
歌献给金竹马，七五届关爱平很郭平，请上台，大家敞亮，在台你那边掌声。
请上台，大家以热烈的掌声。Oh!
形容他，总结说他跳得很好。下一位邀请的是女生东唱，她是反串的声音啊，她是女人，她声音是男人，她也是当代的五专天七八届总结，七八届总结啊，下马九，她在她的老公面前就是下马威了。
死了，真的受不了。下一位邀请的是女三分将前门青丝大王茶八一届郑稳辉，请闪亮登台，大家掌声，最高的掌声。
的，想要帮助给你们带来好听的歌曲《雨水情歌》以及《我愿》，掌声有请。Hello， 大家新年快乐！哎，这样子。
下一位邀请与众不同的重量级，这位重量级不是你的胸中心目中的重量级，是我心目中的最有分量的我的夫人郑丽芬，我请她上台，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有请郑丽芬夫人。不要请，不要请，我自己来。我刚才介绍过，我是姓李的，他今天跳了一首歌《愿家》。两家男，请大家掌声。
到现场原来这么冷。
你吃多一点都听，你吃饱一点就像倒茶不错。倒茶我倒茶好，但你我把你好。是好到点到你讲的。有请。
是是。第二个送我大家有买房子的请